说真的，现在这样是不是让你很痛苦？没有啊，因为我从来就不觉得一切能变好。红色玫瑰盛开在通往未知的迷宫，回忆翻涌将我淹没，夜幕降临之际浮现所有的幻梦。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这里需要的不是那个，那是他们还没看到我。你真的要继续这样假装自己很坏吗？没有装，在别人眼里这才是他们好不容易看透的我。可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坚持你心里的自己。不停时钟在转动，倒数每一秒，一度空间危险擦肩而过，手足在梦命运要摆脱。不一度空间为自己战斗不退缩，打破规则生命是我不想看这些。不是小高，对不起，其实你说的很对，我把所有的落空都伪装成有意为之，其实心里难过死了。我怕失败，怕退步，更怕别人的误解才是真的。直到遇到你，也许我该接受失败的自己也是自己。不停时钟在转动，倒数每一秒，一度空间危险擦肩而过，手足的梦命运要摆脱。不一度空间为自己战斗不退缩，打破规则生命是搏斗，勇者之心指引我到出口。坚持下去，一定会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CKG48 的高雪艺。在今年的青春盛典中，我的目标是个人作品获得年度梦想成员奖。去年这一年是对于我们来说比较辛苦，但是又非常与众不同的一年。而正是因为这种辛苦，所以直到现在陪伴在彼此身边的我们才显得更加的珍贵。这个年度梦想成员奖是我们心中一直的梦想，所以呢，希望我们今年一起去继续努力实现这个梦想，不要让心里这份小小的火焰熄灭。希望以后不管经历再多的大风大浪和挫折，我们都能够继续维护好心里那一点点小小的火焰，然后继续努力下去。我们一起加油吧。SN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，我是 CKG48 的高雪艺。实现梦想永远不晚，期待与你在这里分享绝无仅有的感动。